好，健康，我们来看这次的作业哈。然后因记所图，啊，这因字呢，哈，它就是你知道写错字，所以它写得很重。这个大概知道哈，但是用笔还是了解一下哈。它写小笔用写大字一定是这样，啊，用侧锋，不然写不出那么重。这个也可以了解一下哈，也有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哈。好，然后来看你的造型，当然是越来越好。这里用笔小心是这样，注意看了下去，切往右拉，然后再勾上来。好，啊，这装饰不要那么硬了啊。啊，点，然后这里有晃动，啊，这样子上去晃一下，当然一点点而已哈。点。带过来，入笔要尖，要注意这个很重要。带笔连续性，不要断掉，就像你打太极拳，啊，连绵不断，啊，然后都是在转圈圈，一圈一圈这样。啊，当然写慢是这样，写快当然就是所有的动作是要更连贯。啊，好，那现在当然。是慢慢的哈，要改。然后这太硬了，记住柔软性，重轻重。好，这里切收笔，有时候是像这样方的，有时候是圆的，这样空中挥笔。好，你看也是空中哈，这柔软性一定要注意，有时候要停一下哦，有时候要折一下。注意这小地方。好，基本上你的用笔已经越来越接近了，但是你可能要多花时间在结构的记忆。你的结构好像写的时候还好，但是真正在字韵的时候都没有用上场。就好像你打太极拳，演练很厉害，但是真正上场一招就毙命了，不用十二秒，就是同样的意思。你要转换，转化，啊，转化就是要把它变成你的日常。你平常写字，啊，像以前我学过太极拳，随时都要注意，连走路一步，啊，都要任何脚步都要想办法像用太极拳的方式在啊走路。甩手啊，任何一个转身，这样变成日常啊。写字也是一样啊，当然这个另有一套要注意的，这里要注意哈，还要花时间去思考，挑起来啊，这里撇过去。折痕啊，折，不要过度了哈。这个字是比较硬的，硬挺转折哈，就要用压一下。啊，这带笔挑起来，切进来，折，带过去。啊，这晃收，当然是它破笔了哈，没关系。再来看这。放浪形骸之外，好，来看另外这里，压一下，整个调整一下位置，啊，形骸，不错，造型不错，用笔再更细腻一点哈，有进步了。重轻重，好，稍微往右一点点手笔，记住侧按，这比较厚，连续性，撇，孩子，造型像了哈，连贯性还有温润的感觉，转折是非常难的哈。转到很顺圆滑，一次完成
啊，你看这里都是要一次，这样才能把未来写行书连贯性。临摹就要这样哈，才能放上来。记住，加重，挑起来，重，轻。眼到、手到、心到哦，同时要看你的还他的哦，然后我要看你的连贯性有，但是我觉得你都断掉啊、哦，要想办法像我刚刚这样连绵的去写哈、哦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就是慢慢慢慢慢慢啊，未来写草书呢更是啊、哦、重要啊、哦，因为你今天写这已经。蛮中间后面的哈，所以呢，我记住哈，很多基本的我就不讲了哈，这里要小心啊，圆滑啊，过来然后上去，带点弧度，加压啊，手笔抽一下，再来，虽取舍。哦，干干的，你这样写起来哦，不够润。转折，再注意一下哦。东京人士嘛，哈、哦，就是这种温温润润的。哦，那讲一看这曲线。那、哦、当然，刚柔并济。哦、这 就把它想象成像实验文那种，我觉得很适合大如侠那样子、哦、很温润温润那种感觉、哦、但是又不能太柔软、哦、切跳起来折翻笔手，记住不要被黏住了，我是有贴这样子，因为写大字我常常会这样，不一定啊，因为有时候看感觉啊，然后现在一阵子有时候会这样，反正手要能够写，你要抬着写也可以啊，看个人习惯，我是都可以啊，就是凭最近想喜欢这样就这样，就这样写，好，再一个底，好，有点太挤，造型抓得很好。哦、真的是进步蛮多的哈、哦。再来看一下、哦、你的字韵的部分。那我刚说你现在你的字型一定要去背哈。啊、哦，借机用人，这上次有改过了哈、哦。好，下次可以，这次这造型不错了哈、哦。但是轻重还是要多注意。那落款也是要写一下哈、哦，这才知道你的。有没有融入到你的字？然后四个字，我稍微先缩小一下，你看一下整体性。好，你看啊，这两个字还好，对的啊。第三个字就歪了，而且太近了。啊，如果要的话，你看这两个字，这个中心点要再下来。哦，好，大概写在这个地方。哦，因为你是可以一直写啊，写好几次啊。哦，每一次不准哈，可以像我用红墨哦，然后自己修改一下啊，那位置或者自己改自己，哦，可以养成这种习惯，这样子会更快哈，不要改每一次就从头啊，可能重复犯的问题哦都会一直存在。好，然后如果看不出来，叫你们家小胖哦哦，或者啊另外一位胖哦，然后。那看啊、哦，他们就会用一般的感觉来看这样子哈、哦。好，我也都是这样子的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。哦，这个、短横画，记住，哦，味道是有点像，这里应该要长一点点。记住你宽窄的特性，装饰一点点就好，毕竟这是短，这笔画细的，逆笔而上，稍微有带笔的动作。这里再一个，啊，记住要圆滑，手不要卡住了，啊，加重，挑一点点，轻重轻点三角点一点点就好了。再来极致，啊，这大字可以垫哈，我刚刚没垫，先来垫，记住中心线抓好，
你这机车的位置还对，笔画要轻重要出来，转折要出来才有精神。这里可以重一点，转折提按装饰要出来，这里就可以细一点。这里横画带一点点装摆动，轻重的变化，不然呆呆的，小心这里要稳定。好，推一下，下次可以多写几个字啊，可以六个字。这样好，你看每一个笔画都把它写干干净净，这很重要，而且位置要对好。好，过来这用字，中心线大概在这里，距离跟上面，所以中心线终点抓好之后，好再来，这里大概好，再接，这个要站稳啊，位置要站对啊，步伐要站好，摆动身形要做好。这很重要，要稳定，有点向外张开来。好，两笔低一点，而且稍微重一些些。这个字也是有，倪宽站也是有的。好，其实竖画也带一点点摆动，比较好看。人，好，再来一个中心线继续。中心线抓到之后，过来相对位置再抓出来，应该在这里。好，然后。人啊，在就是先抓到中心点，然后这个我现在是笔给你，我之前写没有啦，就笔给你看，然后大概从这里开始写，再调整位置，好，先粗条再细条嘛，我们学科学的都是这样，不管怎样，你后来学社会科学也是以前至少国中都有稍微玩过国小实验。好，推一下，慢慢的挑起来，这很重要，圆滑一点，太硬了，然后你写这个心都会有同样的问题。好，里面当然小，因为没空间了，外面空间大就写大，所以要看地方。刚刚这个极致这里比